Hello， 你现在收听的是飞碟联播网 UFO Star 聊天室，我们是今天的市长 All in Five。OK， 刚才听到这首歌曲是 Prince。那来介绍一下，这首歌是我们在新专辑的主打歌，对，王子有没有？王子不同的风格，因为我们其实上一张是比较青春洋溢，青春洋溢的感觉。印象中那时候我们五个人还有穿各种颜色，对，很阳光的西装，对对，然后毛衣啊，对对对西装，哎，怎么美式活泼感，马上就变得。你知道去年的那个很像，就是去年是冬天，然后现在这一次夏天，但反而现在穿的很少，对，因为反而我们发的时候是冬天，哎，对，然后就很多人在担心我们的衣服会不会让自己着凉。而且你知道，你已经一开始在表演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会冷了。对对，那这首歌呢，它风格比较属于有点异国风、异域风，对对对，然后有一点点的性感，对对，有点不同的感觉。那哲伟在这一套服装好像露蛮多的，哎呦，我觉得其实大家这次的服装都是蛮大的挑战，对对，因为不管是因为每个人都有一个露出来的地方，好像除了博安啦，哎，博安目前最安全，为什么博安你没有露呢？怎么样？因为呢，我卖脸就好啊。所以你说哥哥们都只能开始卖肉了，是不是？没有，是因为你们可以露，你们才露哦。对，哲伟最壮嘛。对，所以他理所当然，他当然露最多。他还小，会害羞了。你是说露最多还是肉最多？发音要标准，都有。喂喂，有啦，哲伟在身材部分是不是也有就是下一点功夫？是的，毕竟他是我们团里面身材最好的。对啊，因为我们大家其实因为我们都收到那个造型之后，对我们的体态都非常的严格控管。是真的，尤其是因为你像玉成、成恩跟杰明后来都有露肚子，yes. 其实肚子这一块是最难受的地方。哎、欸，我那时候还被拍到我旁边两侧，真的那个端端肉管理失控。但是像杰明是不是也有好好保持？比如说你那时候有做什么邓紫棋的？哦，那个是我来跟大家讲解一下那个动作，它就是你躺在地板， okay. 身体起来，脚起来，对，然后只留屁股下面那一块，然后就一直这样跳，很像僵尸跳。有画面，有画面。对对对，然后一天就是至少1000下，然后分次。可能早上500，晚上500，或者是如果以时间没那么多，就一次做完，在中间要休息。所以是每一天，哦、对对，每天都有在做这件事情。真的是每天，难怪腹肌是有的，腹肌是有的，短期内效果比较好一点啊。那大家对于最新的这个造型，有没有什么方式去诠释？比如说有没有自己平常练习照照镜子啊，然后去，因为我印象中哲伟好像穿上去之后就蛮自恋的，对不对？就照着镜子练习。没有，你知道你有仔细看的话，就发现我肩膀上有两条细肩带。哦、oh, ，对，所以我就个性就不一样了，个性不一样，就变小女生是吗？是，然后加上哲伟又有点那个小辫子，小辫子。但是我们要跳 Prince， 对，哎、欸，所以我其实是 Princess。有点反差了，对，没、okay, 有、okay. 好，那大家在，因为我们有拍 MV 嘛，大家在拍 MV 的过程中，有没有什么难忘或有趣的事？玉成有没有难忘吗？对啊，在拍 MV，、嗯、有，我想起来，来，好，你说，我觉得最难忘的是我们去第一天的那个拍摄现场，对，拍 Prince 的时候，嗯。嗯波安，我们的小弟弟，因为他刚上大一，是的，然后又刚好卡在就是有期中作业要交功课啊，对，哦对，然后他在现场直接就是在那边写功课，爆料时间。而且我要说的是，因为那个作业，其实我觉得我自己没有办法完成，所以我在现场我还麻烦了四位哥哥跟我们的妆发师姐姐们，就大概十几个人来完成这个作业。对，但是一起写吗？一起帮我想办法，一起写资料或什么的。那你不怕老师现在听到吗？我真的觉得你要付钱给那些姐姐，不是，他们都是自愿的哦。所以老师是能体谅的，老师可以体谅、哦，没有吧？对，因为我们那天拍好像拍了24小时，对，整整一天，真的整整一天。所以博安还是学生嘛，所以而且那个前两天他还在犹豫，他还在跟我说，我到底要不要把作业带去拍摄片场写？对，结果真的带来了，还真的带了。那其他人呢？有没有？我觉得，因为。我有想到一个、嗯、就是那时候我们在拍摄的时候，我们不是有泼水在地板上，对，然后其实因为我们穿的鞋子也蛮滑的，对，然后就很多时候就是刚好就是我们要做一个静止画面的时候，就看到有人在上一秒在冲刺，然后下一秒就开始横移滑倒吗？有滑倒吗？不是滑倒，滑倒可能都有，但是就是大家停下来的时候有个人在慢慢横移，你知道谁我这个画面谁
谁讲就谁了，是我自己还不敢讲，是你知道在我这个画面，因为我们有个动作是一直排，对，然后因为董哲宇距离会有点远，他要冲回来，但是地板很滑，所以就看到那个一直排滑很快，董哲宇就这样子飞过头，然后再慢慢蹬回来。我最有印象是因为那时候像你刚才说那个水，对不对？对，我印象中有人吃到水。哦，对，然后他又要控制表情，就然后要控制一下玉成，就是玉成本人。所以我跟你讲，因为那一趴刚好是我们最激动啊，跳最激动、跳最大力的，已经到后面了，所以那一趴就是刚好脚要踩很大力，然后那个水就溅起来，喷到脸就算了，那因为你就吃进去了。那那是什么味道？还是你根本忘记了，太专注了？形容一下味道。巧克力。我赶快吞一口口水，其实我怎么会品尝它的味道？就是地上的水，你就把它盖过去这样子。OK， 那刚才讲 MV 嘛，既然这张专辑我们的主打歌叫 Prince 王子，五个不同风格的王子，我觉得大家来分享一下，哎、每个人的王子风格。比如说博安是不是优雅？优雅，对，我是优雅王子。所以你在诠释舞蹈的时候，就是偏柔美，有些动作会比较美一点。老师帮我设计，优雅，优雅。OK， 那杰明是？我是精灵王子，精灵，但是在那个舞蹈跟个性上是比较潇洒，就是我可能动作都会比较放丢出去啊，或者是甩一圈之类的。那你在表演的时候，就你在拍摄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画面？比如说你要潇洒，那你有想什么画面？哦。有一个画面就是那个我们在拍一个近景的时候，对，然后我的玉成怎么了？怎么讲？OK OK， 来来，就是脑海里面是 Joker 的画面哦，小丑，对，然后就自然的就脸就会浮现一些表情的，然后跟身体肢体会放的比较开的那种，把自己带进去，很像淋在那个大街然后下雨这样淋在那边，很潇洒，对，有来来来，怎样啦？对，玉成你。笑那么开心，来，那你是怎么揣摩的这个？对，我其实我在怎么样？你还在笑姐，我是暗黑王啊，暗黑王，对，我设定是比较属于坏坏的那种 ，bad boy， 对，就是要展现出就是我们这种坏坏的一种风格，不一样的感觉。那像杰明刚有那画面，你有没有带入什么？带入什么？对，小丑啊，那你有没有带入坏一点的感觉？其实就是会去看一些，就是也看起来坏。哦、看起来坏不够 ，OK， 你要行为也看起来坏，行为也要坏、啊，但其实玉成实际上不是这样，所以他有点反差，对对，对不对？他看起来是坏坏，但他其实蛮闷骚的，对对，蛮闷骚。那哲伟呢？我的是泰山王子，哦，不爱穿衣服啊，难怪你布料那么少，对，确定不走错棚吗？我的布料拿去做那个玉成的后面的那个下巴、哦，下半，不、哦、要最好是啊，为什么你叫泰山王子？没有，其实那时候我们也是想很多，然后不知道哪一个风格比较适合我。就原本的绰号有什么暴力啊、哦、暴力，或者是猛男啊什么之类的。因为我跳舞的风格是比较大力一点，哦、比较大力一点。然后后来想说，泰山这个名字蛮可爱的，嗯，纯粹只是因为他可爱而已，是可爱。但博安翻白眼，你怎么翻白眼了？现在眼睛有灰尘啊，遮一遮。OK， 反问我，那陈欧你是什么名字？我呢，我其实是阳光王子。哎、欸，错了，没有，好，再给你一次机会，再给你一次机会，重来一次。好，我是什么王子？光明灯王子，漂亮，棒，我自己讲出来也太没有，反正就是因为我在这个定位，就像刚刚说王子定位，我是想要带给大家能量的能量， power. 比较 power 一点，所以我其实一开始想很多，比如说能量王子，或是健康王子，你知道代言什么运动饮料吗？对，健康王子，或是阳光，或是白天王子，反正就想一想，然后最后好像是这些东西都没有光明灯带给人家有的。对啦，现在就是光明灯好像蛮有记忆点，然后我妈也蛮喜欢的，因为我妈说过年都会去帮我点光明灯，很棒、啊，所以就有一个记忆点。很好啊。OK， 好，那聊了这么多，我们来休息一下。好，来听这首 All In Fight 的《为了你》，时间才停在这边。Hello， 您现在收听的是飞碟联播网 UFO Star 聊天室，我们是今天的市长 All In Five。刚刚所听到的歌曲是《不爱了》。OK， 这首歌是维里安的创作，没错。因为当初我们其实，在为了这张专辑收了很多的 demo， 对，我们应该听了100首有，有，真的应该有100多首。然后其实慢歌、抒情歌有很多首歌，我们都蛮喜欢的。对，但是这首歌一出来，
伯安，你是不是马上爱上？特别，我真的是马上爱上，我就循环播放，你就一直放，对不对？对，就那时候还没确定收这首，但你已经在宿舍就是放来一直听，已经开始听，对，因为这首歌真的，我觉得是我们第一次挑战。这么悲伤难过，对，这么悲伤难过的。然后，因为我们其实上一张刚才有说比较青春洋溢嘛，我们的这个出道的这个迷你专辑，那是这首歌在新专辑里面也有很多人喜欢，除了 Prince 以外，不爱了也是很多人喜欢的一首歌。对，那对于这首歌，其他人呢有没有什么想法？比如说像伯安真的很喜欢这个，那其他人对于不爱了这首有没有不同的感觉？我是哲伟，其实我在。练习这首歌的时候，对，因为我想分享，我在练习的时候，因为我会把歌词一个一个写下来。哦，你更看重这个歌词的部分，因为我觉得慢歌比快歌相比的话，快歌你是可以很放的把所有东西都炸出来，但是你到慢歌的时候，你想要把一个情绪塞在一两个字里面的时候，是蛮有难度的。对对，然后我那时候在写歌词的时候，慢慢写着写着，然后就有点。就有点难过，你知道吗？是不是写太丑之类的？怎么看了难过，看不懂啊！写完之后忘记我写了什么东西，研究半天。这样，一晨，哲伟刚才讲一个很感性的话，因为我刚才就想说，就是纳闷这问题。好，没关系，我怪你这个很好笑，可以，这太好笑了。没有，就是写着写，然后就觉得蛮难过的，因为这歌词写得很好，然后你可以想象很多很多的画面。对，所以我相信大家在唱这段的时候也都是。想了很多画面去唱这一段，对，确实。所以像哲伟对歌词就很有感觉，然后伯安旋律嘛，对不对？旋律很有感觉，旋律的部分。所以这首歌其实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真的不同的感受。Yes. 那大家会觉得说，比如说上首 Prince 嘛，跟这一首不爱了，有没有什么觉得不太一样？要挑战，比如说要怎么去诠释这首慢歌？大家有没有觉得比较困难的地方？其实我是玉成，其实这两首其实难度不同，对，难度不同。因为 Prince 我们主要是唱跳，对，那唱跳就是我觉得很难去 hold， 是因为高音比较多嘛，对，所以在唱跳的过程你要 hold 住那气，要能唱出来，然后要能 hold 住，然后不爱了就是你不可能就是没有带感情的去唱，对，没错，就是我觉得两个区分还是蛮。不一样的，对，而且印象中那时候在录这首歌的时候，伯安是不是有掉一点眼泪？有哎、欸，我在听最后一次，就是老师把大家的声音都弄在一起的时候啊，因为你是最后一个，对我最后一个收工，然后那时候我一听，我真的听到第一段副歌杰明唱的那一段，我就哭了，我就哭着听完整首歌，真的假的？对啊。我真的听到我们声音，我会很感动哎、欸。是想就是觉得说，哎、欸，哥哥们长大了，對长大了吗？就会我听得到你们的感情啊、哦，有听到感情层面的、哦，我听得到你们的感情。谁的最悲伤？对，谁的最悲伤？谁的感情经历最难过？我现在在看谁，大家应该、是哲伟吗？哲伟，哲伟啊，什么东西？哲伟最难过。哲伟，因为刚才是说录音嘛，哲伟好像在拍 MV 的时候。也有愧体有愧体是的所以真的是愧体了对对对真的是有一些画面因为你刚才说歌词嘛对对对哪一句好不好哪一句对你来说最有那种我觉得真的是副歌哎、欸、副歌的第一两句说不爱了就离开了也没什么好说的就是你会觉得说没事啦没事哈就这样吗可是就知道这种情境就是、哦、对我没错交代清楚对 我必须走但是我又没有交代清楚的那种感觉、但不让你笑太开心这么难过这么难过哇哎、欸、你真的很丰富而且那一天还笑到自然导演对哎、欸、导演因为我想说、欸、导演应该会想说这颗还不错还不错然后结果突然就开始接眼泪了对说太扯了对就这颗应该作为没有用了应该是用不了啦是啦可能变花絮而且我们团员很坏我们还把他那个截图截图笑他然后设公告大家都在笑他OK 啦完全没有安慰的意思啊好所以刚刚这首歌就是不爱了对所以如果大家喜欢的话也可以去各大平台可以去搜寻这首歌没错那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了我们目前为止因为我们现在出道了一年嘛大家有没有最有趣或最难忘的演出经验有没有我觉得最难忘我有一次来、哦、你说就是有一次我们是你胃痛那一次吗不是去年我还印象深刻你把对你把情绪打断了对你把我情绪打断了那怎么办会再接回来一次 OK 就是有一次我们在跳就是我们前张专辑的 I Can See 的时候 I Can See 哲伟忘动作那一 part 、欸、不得不说哲伟在 I Can See 真的蛮常忘而且最后面、啊、重点是他的动作很滑稽他的是有一点
怎么形容？怎么形容？有点马里奥那种，但是又要位移不位移，然后手在那边乱甩，然后就有点像是那个旺啊，有点像旺仔馒头的那个图案。哦，旺仔馒头那个小朋友，小朋友然后乱跳，乱跳。我跟你讲，从我们的视角看过去，真的蛮好笑。来，这位，然后又带点装可爱的那种东西在里面。为什么呢？为什么会这样子？没有，那这就是因为我那时候就是以为要到了，对，就是熟悉到觉得哦，差不多要开始跳舞了，结果我发现还没，还有一个八，还有一个八拍，对，还有一个八拍。然后结果我就先跳，然后发现我跳错，我就只好。很顺的把它化解回来，但是有很顺吗？没有很顺，但 OK 啦。就是最后来五单，五单你觉得给过吗？那天被我痛骂，我罚跳 I can see 罚100次哎、欸啊，对不起，对骂很惨这样子，骂很惨，被我骂很惨。然后像刚才有说那个 I can see 嘛，那其实我们还有一场很难忘、很难忘又非常重要的一场演出，对，一场演出，就是在我们去年十二月，我们在秉志哥的演唱会，对不对？我们担任这个暖场嘉宾，因为这是我们第一次站上北流的舞台，没错没错。对，虽然 A 级战场我们第一集也在北流，但是我觉得那感觉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所以那时候我们在秉志哥这个演唱会当这个暖场嘉宾，我们都非常非常的兴奋。对，所以非常感谢秉志哥给我们这个机会，对，给我们的机会。像我们那时候在信义区那个一人一首小秉志，对，也是秉志哥给我们这个舞台，所以我们都很珍惜，对，很珍惜，很珍惜。OK， 好，还有吗？其他的人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有趣？我觉得比较有趣一点的是博安怎么样？就是有时候像那个，其实从之前上一张专辑的时候就有发生，就是。他有时候那个舞跳到太大，需要我们旁边去救他，站不稳这件事情。哎、欸，是不是蛮多？我蛮常救他的，我们好像蛮常跌倒的。对，我也有啊，像玉常也有，就踩到别人的脚。对，等等之类的。突然不稳一下这样子。哦、对，等一下，我想到了，我突然想到一个，脑海里面想到一个最难忘的，就是有人 Q 错歌那一次。啊哈！而且最惨的是什么？就是大家已经登岸下歌，准备下歌，啊、然后哎、欸，你说、接下来带什么？苗栗的吗？完全 Q 错歌，然后歌放下去，我们站位也不对，怎么办？是的，没事，技术性上是。对，以上这些实体画面呢，请到我们的 YouTube 花絮去看。没错，我是真的蛮常 Q 错歌的，所以现在博安会救我，因为我们这个新专辑有首歌特别的唱，对不对？有首歌特别的唱。好，那我们再聊一下刚才说演出的经验。那现在来聊一下，因为我们现在已经相处了一年多了，对不对？我们住宿已经相处了一段时间了。Yes. 那大家有没有觉得，比如说一开始觉得谁的印象是怎么样，结果相处过程中发现不太一样？我想先讲一个，比如说我一开始觉得哲伟他是高材生，所以应该会非常非常的聪明。我也是这么认为，我也是这么认为的。但是不得不说，他的可能英文或是课业类是真的还不错，但是生活上好像就没有那么的技能没有被点满这样子，就让我有点改观。你就你知道有些事情就是你会的东西，然后你就要失去一点东西，还是你要搬出去？欸、我们才一年就要搬走，是不是？才一年就要搬走？没有，开玩笑。对，那其他人呢？我是觉得印象都很不一样的，是博安。好，博安。我这个也是，我觉得跟你的那个是差不多异曲同工的感觉，概念是一样的。对，概念是一样的，就是一开始都觉得他是一个很贴心的人，但是实际上很贴心没有错，然后感觉他都什么事情都很小心翼翼的，直到他进厨房那一刻，进厨房是有点尴尬，是有点尴尬，就马上不一样了。真的，他做了什么事？对，来说一下，就是炸厨房啊，就是像什么冰箱门没有关好啊，然后微波炉炸掉啊。哎、欸，但不问你为什么像眼神有点凶。没有，我怎么了？你应该是要有点自责啊，怎么是有点凶？怎么会自责？我现在眼神很自责啊，完全看不出来呢，连语气都不是很自责的感觉。我很自责。OK， 体量还小，想听博安？好啦 ，OK， 好，那其他博安来换你。我觉得是陈哥哥哎、欸，我吗？因为毕竟我跟陈哥哥年纪差太多，是啊。然后我一开始就想说跟我年纪差那么多的哥哥住，那他应该会就是会很细心的照顾我。结果殊不知，等等，我以为你要讲其他的哎、欸，殊不知怎么样？殊不知现在每天都是我在叫他起床，而且他还会赖床。Oh my god！ 有啦，我承认我好像最近比林育成更爱赖床。我们有没有要讲好的？他现在好像都已经一定都是烂的。对对对，开始好像都是坏印象。
那玉成你讲一个好。等一下，我还没讲完。哦，你还没讲完。我本来想说，你一开始觉得跟我会没有那么合得来。哦，是，就是一开始，结果我们后来就是会一起去玩密室逃脱，一起去。我以为你要讲这个。这给你自己讲吗？你说的也是啊，我最近偏爱赖床一点。但我觉得很可爱啊，我觉得这样很可爱。OK， 这样算是有圆回来。好了，来玉成呢？玉成说一个好的。好，我讲一个好的是不是。对，你想得到吗？我以为你要叫我讲坏的，讲坏的可能一大堆。坏的，坏的也可以啊。比如像我刚才讲，我先讲一个好的。OK， 好。我觉得大家对于因为我们一定会要丢垃圾，对我觉得大家对这个上面的分工做的还不错，是就是。不会去计较说，我丢那么多次了。对对对，互相的，互相的。对，對我觉得这点蛮棒的。对，哦，你是要夸奖？好的，仅止于此吗？好的，讲结束，讲完了，好快哦，刚好像只有十几秒而已。就是一年来就这样子，一年来好的 ，OK， 好的就这样子。垃圾分工的很棒。对，那我要讲坏的吗？好，你来。我必须要讲，哲伟先生。我刚才看到他的眼神开始往左边飘。对，就是。很想翻白眼，就是他哲伟呢？哎，是我没有我一开始真的以为他是，我就像你刚刚讲，就是我真的以为他是一个非常很聪明、很自理的人。对啊，表面上也干干净净的之类的。对啊，对，然后我没有想过说，就是他会把他的身边的一些家具啊当成垃圾摆放的地方。这个看起来真的要搬出去，结论就是他要搬出去。来，你有没有反驳？你知道这件事情的过程是那个我们宿舍之前有买一包那个一大盒开、一大包开心果，嗯，然后我们在吃的时候下面一定都会垫卫生纸，对，然后我们沙发的那个扶手嘛，对，就其实蛮宽的，蛮宽的，然后董卓在下面就没垫，直接把那个开心果吃完就放在上面。OK 啦，好啦，来让你最后讲一下，那你有没有？我要纠正一下。OK， 嗯哼。是瓜子，不是开心果，是瓜子、哦，开心果。OK， 是瓜子茶吗？都一样。好，那哲伟最后嘞，最后那每个都讲了嘛，换你。好，我想，我觉得我好像也只能承担。确定你还要讲话吗？没有。好，我觉得我讲最后一个 ，OK， 讲最后一个，就是 okay. 因为我觉得我可以，我真的很谢谢大家。哦，感性时间哦，干嘛了？我要带下一首歌了，你要感性时间吗？我等一下眼药水。OK， 来擦个眼泪。没有，因为我说真的，我其实我本人是一个很自己的一个人，哦、自己就是我一直。好，你讲，他要哭了。好，我接不下去了。Okay. 不是，因为我本来就是一个很、我很少在团体生活。对、哦、对，然后之前有讲，因为我都是自己一个人，然后现在突然有一个团体生活，然后我自己也有很多一些坏习惯啊、然后可是大家很愿意包容我做这些很蠢、很白痴的事情，没有，必须我没有包容，我直接骂，算是有包容啦，只是有时候会骂而已。对，我觉得很谢谢大家这样。OK， 可以啊，不客气。我是觉得大家就是这样子，越磨合越好了。对、yeah. 啊，那我们就来听下一首歌喽。好，接下来带来的是这首 All in Five 的 Run with Me。休息一下，马上回来。Yeah. Hello， 您现在收听的是飞碟联播网 UFO Star 聊天室，我们是今天的市长 All in Five。刚刚听到的歌曲是《寻找危险》，寻找危险，寻找危险，寻找危险。All in Five， 哎，这一段真的 Killing Part， 对 Killing Part， 然后自己很喜欢这样子，因为那个 Five 真的就是蛮特别的，而且最爽的是就是台下粉丝跟我们一起 All in Five， 对对， yeah. 就是有一点变化，嗯、对不对？这个寻找危险，因为它很多那种口气上的变化，对，很是我自己蛮喜欢的，我自己蛮喜欢这首歌的。那我们来分享一下，我刚才讲到变化嘛，哎，口气上变化。那大家对于上一张专辑跟这一张专辑，有没有在这中间学到了什么？比如说慢歌，或是假音、高音，或是你自己的心态上，分享一下好不好？大家可以聊一下。学到怎么驾驭服装？哦，穿搭也很重要啊。穿搭，对穿搭，所以杰明是穿搭这一块。是的。你说就是上一张到这一张，你中间这就是这两次的。那宣传服装对的变化其实很大，然后就是在想这段时间，因为那时候刚拿到服装的时候，就发现自己的身材好像还不够，哦，就更加强，对，所以就赶快去锻炼自己需要露到的地方，或者是整体的感觉。哦、所以除了穿搭变化，我觉得你对体态 ，yes， 对，因为我觉得杰明的体态真的有变化多，因为他有在努力。之前其实，在还没有拿到新造型的时候，他可能就是一般。但是他一拿到新造型的服装，他马上加紧练习，疯狂练习，疯狂练习。那博安呢？变化，我自己觉得你应该感受很深。我觉得不一样的变化，除了就是整张专辑的气质有点不一样之外，我觉得和声，
和声、因为上张专辑我们其实和声的部分架构没有那么丰富，但是这张专辑的和声真的叠蛮丰富的，对，所以等于说我要可能要去唱好几轨的和声，对，然后也考验了我就是那个和音的能力，能力和音的能力，自己觉得这个东西是蛮大的一个变化，因为毕竟你是我们的和音小天使，是对，你必须要承担哦。我可以啊 ，OK。我觉得因为博翰真的成长很多，对，成长到上次在我们这个记者会，对不对？会发片记者会的时候，就稍微流下了一点眼泪。没错。好，那哲伟嘞，哲伟，我吗？我觉得我是学会了怎么减肥。嗯，因为其实我说真的，我本来就是以为。就是我只要就是168、对，就是时间控管，怎么时间吃，然后就是少吃就会瘦。对，结果后来我去，因为这段时间发现说我们要漏的东西很多嘛，嗯，然后就是重新学习什么样才叫减肥，然后才发现哦，不是少吃就对，然后你要吃对东西啊，你要怎么吃，然后后来我就开始有一些。拿那个量秤啊，去精确到每个都量到克数。欸，不得不说，哲伟是很认真在这块。而且我觉得，其实真的发现他跟上一张专辑真的有差，他真的有瘦。对，脸有变尖了。对，不是，我觉得中间最好笑的是，因为我很常，因为我们的承恩是我们团队里面的偷吃大王。哦，是。对，然后因为我们平常在这几天已经转让到陈柏安了。啊。对，然后我觉得最好笑的是，平常我们就是做东西之后，然后就啊，他就吃吧，就给他吃。我们大家彼此都是兄弟，分享也没关系。对，结果因为我变成是说我已经量好了，我不能分享给他吃，他连一小口都不行，对，真的那种一小口都不给你吃。对，是因为我那个就是很少，如果再少一点，对，称好了，乱动的话我不知道怎么算了。下次称只要自己的手，还要讲，还要 Q 回来。然后除了这称完之后，出门要快一点，硬要讲 OK。OK， 那有变快一点吧？有吧？我觉得有快一点了吧？你觉得呢？我觉得有快一点。陈柏安，你又笑那么开心？对不起，怎么了？哦，没事。来，哲伟，你说，因为我现在都蛮早起床的，真的。对，我会很早先去运动，回来之后你们才开始陆陆续续起床，然后我现在才开始做饭，但是还是会比你们慢一点点，就是会觉得，玉成的这个笑容，什么东西？就是、好，我们加油，我们持续努力，好，我们会再进步。来，玉成呢？玉成，我觉得变化最多，我真的觉得真的是表情上，表情、啊、哦，表情很重要。对，因为我们这曲有更不一样的一点，对对对，所以更要去揣摩一些新的东西。没错，对，就不再是笑容或是那么一个帅气的表情。那你平常有没有，比如说看哪一个偶像、哪一个男团去学习他们的这个呢？表情类。我非常喜欢 Seventeen 的明奎，就是他的表情管理上面真的非常的厉害，就是一个学习的对象这样子。他们其实很多都表情都蛮厉害，我觉得我们这次的差别就在于说，很多因为我们之前可能就是觉得说哦帅，对，帅的表情就是这个，但是我们这次帅的表情里面还有分什么性感啊，对，然后王子那种感觉差别蛮大，差别蛮大的。OK， 那像我就觉得我们上一张到这一张体力也变化蛮多的，是因为其实 Prince 我们主打歌 Prince 需要很因为要唱跳嘛，而且拉很长的时间，所以体力上面大家真的进步蛮多的。对，所以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歌或是有兴趣的话，我们的这个新专辑就是这张专辑，大家都可以去实体专辑啊，都可以在各大平台找得到。那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演唱会，没错，快到了，3月11号，各位在哪里？在哪里？在我们的 Zep New Taipei， 看哲伟表情，想什么意思？我怎么可能会忘记？对 对，3月11在 Zep New Taipei， 我们其实已经我们的专场演唱会，没错。那如果像一些要知道的资讯，比如说在哪里可以买到票，票啊，或是还有很多我们的东西的话，都可以上我们的 All In Five， 对，我们的官方 IG， 官方 YouTube， 官方 FB， 所以大家搞不好都会偷偷透露我们会在台上准备做什么东西。对 对，既然是我们专场演唱会，一定是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惊喜。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可能会有一些来宾可能会哲伟露点身材，可能会有一些新东西，大家应该没兴趣了。你说已经用完了，已经用完了，用过，所以有些惊喜，大家都可以期待一下。可以。OK， 那谢谢大家今天收听飞碟联播网 UFO Star 聊天室，我们是今天的市长 All in Five， 最后送上一首歌曲 All in Five 的 Water。